Hello，Hello， 我是慕尼，将来分享一款可以跟宠物一起同住同乐的手机游戏《宠物岛 Lively Island》。首先，我们的宠物叫做 Lively， 而宠物的主人，也就是我们，将化身成人造人 Home， 一起陪伴 Lively。宠物岛当然是脱离不开照顾宠物啦。游戏里宠物想洗澡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荧幕会变黄，就代表变臭啦。这时候就可以去点宠物 Lively 帮它洗一下澡。哇，下雨了 ，Lively 终于可以好好洗澡了，哈哈！这样我们的 Lively 就变干净啦，荧幕也变成原来的色彩了。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好多奖励呢。而当你的宠物饱足感不足的时候，记得赶快去喂食它哦。喂食方法很简单，你可以帮 Lively 买好多食物，它会吃虫虫哦。甚至呢，你想给它吃豪华大餐也是没问题的啦。那不一样的食物增加的饱足感不同之外，最重要的是也会影响到 Lively 的颜色哦。依据我们喂食的饲料就能改变 Lively 的颜色，真的超特别。宠物有吃饭，那肯定也要上厕所啦。玩家们可以去观察一下 Lively 的状态，让它去噗噗，只要符合条件，它就会噗出很多宝石给各位哦。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宝石去买食物啦。宠物的外观可是能改变的哦，游戏中有提供变身药，让我们把 Lively 变成各式各样的外形。我们只要收集相对应的素材，就可以来打造更特殊的 Lively 外形啦，让喜欢宠物的你们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 Lively 来当宠物。当然，我们的角色 Home 也可以有变化，从头到脚，甚至到饰品等等都是可以改变的。另外，我们也可打造专属于 Lively 生活的小岛，让它当一个最幸福的宠物哦。最重要的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东西都能换成更稀有的外观哦。游戏官方可是有准备各种可爱稀奇的服装道具呢，那就在我们的马哈拉商店啦。在我们的马哈拉商店里，可以去转蛋获取更稀有的东西，款式风格非常多，应有尽有。无论是要抽 Lively 的配件，或者是 Home， 甚至是小岛道具都可以。而抽取所消耗的就是 GP， 我们可以透过主画面的研究所工作来打工破任务获得 GP 哦。去其他玩家岛上浇水和采收也是能获得 GP 的管道之一。当然，如果想要更快速的收集各种心仪的特殊衣服，游戏也有提供储值管道，让各位可以得到最划算的 GP 数量，让你们赶紧把心爱的服装道具带回家啦。那说到宠物，当然不会只被我们困在画面中间啦，我们可以把 Lively 带去散步，途中还有机会遇到路人一起社交聊天，是这款游戏的一大特色。散步路上还可以欣赏别人家的宠物跟角色哦，非常有趣。新手玩家最怕的就是遇到问题不知道问谁，不过这款宠物岛 Lively Island 对于新手来讲是非常友善，我们可以透过讨论版询问问题，游戏内的玩家也会非常热情的替我们解答，甚至你抽到重复的道具也可以透过讨论版来进行交换哦，是不是非常特别呢？好啦，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宠物岛 Lively Island 的游戏介绍。我认为这款游戏是属于相当休闲放松的游戏，主要是养宠物这点可以说是满足非常多玩家家中不能养宠物的一个梦。透过宠物岛 Lively Island， 瞬间就体会到了照顾宠物的感觉，相当不错。再加上游戏里的丰富社交，更是让各位养 Lively 的路上完全不寂寞。喜欢可爱风格以及宠物的你们，铁定是要下载来玩玩看啦。这部宠物岛 Lively Island 影片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慕尼，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